近日不少网友晒出在都江堰偶遇韩庚卢靖姗的照片，两人一路大方远拍，韩庚还搂着女友合影，小情侣甜蜜模样羡煞众人。就在前几日，有网友还在微博爆料偶遇韩庚卢靖姗一同逛菜市场买菜，两人还戴着黑白情侣帽，私下互动十分甜蜜。据悉，韩庚在今年2月9日34岁生日当天公布了与卢靖姗的恋情，甜蜜发文称：“你好，34岁，你好，我的女孩。”女方随后转发表白，看得出来，两人这节奏可不是闹着玩的，是认认真真奔着结婚成家的一对啊！飞弹娱乐整理报道。